好好照顾老百姓，希望别再有以大欺小、以强欺弱的事情。人人都有钱花，小孩都有书念。哎呀，你干嘛跟我说这些？小三，有什么事你就说啊。我知道你够仗义。我走了。你去哪里啊？大哥，多保重，替我照顾好小天。你有什么事，你不说，就不许走。太后，母后，那。大哥，多保重。来人呐，传太医，皇上晕倒了。皇上，就是这套书。谢谢大娘。皇上，小天他怎么样了？小天他很好啊，我已经派人去保护他了，所有的饮食都需要经过详细的检查。大娘你放心吧。皇上，您金口玉言，可要说话算数。目前本草已经勘误完毕，没有发现任何错误，剩下这几卷如果也没有错误的话，即可证明楚太医是被冤枉的，这案子就可以平反，小天也就没事了。皇上，我为了小天隐姓瞒名20年，为的就是小天的平安。如果小天真要怎么样，就让我带他去吧。大娘，小天虽然不是我的亲生女儿，但是我待她像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。皇上，求您一定要帮帮她，如果我以前要有什么对皇上不礼貌的地方，还请皇上恕罪。大娘，你起来，先起来吧，起来啊。对天发誓，如果本草编纂无误的话，就算赔上我这个皇位，我也会不惜代价为他们平反。即便有误，不会有错的。皇上，楚太医是被冤枉的。楚太医做事一丝不苟，他就开个顿补也要反复检查好几遍，他绝对不会编错书的，真的。记得他们当年编书的时候有30-40个太医，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，应该一起被砍的，为什么只砍了12个人？我觉得这里边一定有问题。这么多人参加编纂，空格里的字全部都留下来了，总共有8个字。序文是原本就有的，记号是后来加上去的，我爹应该是临时起意挖出的字。如果上头没有书上的这个记号，我想应该不会有人发现序文暗藏玄机。但是这8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把这8个字拼拼看，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线索。
大哥，先帝他是怎么过世的？无病无痛，在睡梦中过世的，走得安详。大哥，你看这个。勿信皇上。 赵福松，你给我出来！干什么？小石头，三哥替你报仇了。对呀！好！小姐，大事不好了，张泽在他打听府里了。 这是另外半部《本草品回精要》，比照上次办理。是。冷太医，当年有49位太医参与编纂，可是为什么只有12位被抄斩呢？ 当年情形属下并不知详情，不过就属下记忆所及，这12位太医前一天都在太医院当值。之后李宝钏就来宣旨抓人，连续2天斩了12个太医，第三天我父皇就驾崩了。李宝钏奉旨抓人。 这些人又是同一天当值，先帝驾崩，也太巧了吧！巧的不止这些个，当时拟旨的御书房翰林，就是赵福松。悟性皇上亡于偿命，他们处心积虑销毁这套书。大哥，看样子先帝的死不像是寿终正寝的。可惜啊，事情过去20多年了，知道真相的应该只剩赵福松和李宝钏。 不过这两个人真的贼得很，就算知道什么也不会说的。这件事情事关先皇，就算他们不说，朕也要逼他们说。大哥，这两个都是老狐狸，逼他们开口不容易啊。既然这样的话，就让他们两只狐狸互咬，让他们窝里反。 皇上想策反谁呀？你猜猜看呢？赵太师。怎么说？赵太师为吏部尚书，科举出身，读圣贤书，亦书之以理。读圣贤书，未必做得出好事。赵太师亦为人父，女儿聪慧伶俐，父女情深，亦动之以情。
太师。明京，小姐怎么样了？她好多了，刚刚才喝过汤药。好，那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江宁啊，你觉得好一点了吗？好多了。江宁，好好休息，有什么事儿尽管跟爹说，爹再让冷太医来看你。爹，我求你一件事。好好好，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跟爹说，爹一定帮你办到。我求爹饶了张哲三。相娘，这张哲三出手如此狠毒，今天倘若不是你替爹挡着一下子，爹恐怕早就没命了。他下手如此狠毒，你怎么还向着他说话呀？爹，他不是有意的，他不是有意的，是因为小石头死了。小石头就是爹那天见过的孩子。张哲三说他死了，是爹害的。这，祥宁啊，这手底下的人出手不知轻重，爹已经把他们都惩处了。可是换不回小石头的命啊，他还只是个孩子。小石头年幼无知，藏匿朝廷侵犯，情有可原。可是他张哲三，他不应该连累小石头啊。我告诉你，害死小石头的不是你爹，而是他张哲三。爹，不过就是几卷医书啊。那可是先帝的遗旨，先帝都驾崩20年了。好了，不要再说了，湘宁，好好听爹的话。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好好休息。爹答应你，在你伤好之前，暂时饶了张哲三。谢谢爹。谢谢爹。禀皇上，其余数件本草已经查验完毕，内容正确，编撰无误啊。辛苦了。臣代当年12位同僚谢皇上。啊，皇上，本草一书已经查证无误，是否就此昭告天下，借此公诸于世，一位12位太医在天之灵。这个先不要急了，朕另有打算。是。皇上，张大人来了。小三，你可回来了，朕已经下令撤销你偷书出宫的事了，官复原职了。啊啊，小安先下去吧。是。哎，发生什么事啊？大哥，我想求你一件事儿。说。我打伤了张玉妹。怎么会这样啊？赵福松杀了小石头，我要替小石头报仇。大哥，你为什么要放了我呀？赵福松在牢里对小三用刑，小三想找赵福松算账，湘宁为了救他爹挨了一下。二哥怎么那么冲动啊？赵福松不对，自然有国法制裁。湘宁的伤严重吗？听说
伤得蛮重的，所以小三希望你可以帮萧宁看一下。嗯，好啊，大哥，你安排一下，我马上就去。可你一旦离开宫中的话，就等于脱离了保护了。大哥，我爹的清白你已经为我证明了，我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小天，我亏欠你太多，不能再让你承担丝毫风险。我去让湘宁进宫，你给他看一下好了。这样最好了，我能就近照顾，二哥能就近看护。很严重吗？你看你的脸揪得跟包子似的。没事，只是受了点内伤，扎个针喝个药就没事了。不过你得乖乖静养，等你好了记得把我二哥海扁一顿，下手重点，别给我面子。好了，那你先休息吧。我走了，何太医，再见。湘宁啊，你呀，就安心的静养啊。爹有点事儿，去去就来。明晶，嗯，照顾好小姐。是。她到底怎么样？情况非常的不好。你刚才不是说湘宁没事儿吗？我是不想让他难过才那么说的。湘宁的五脏六腑都被震伤了，肝肺受伤最重，会有生命危险的。啊，这那我会尽全力救他，但是我没有把握，太师有空多陪陪他。小姐，这样好点了吗？冷，好冷，好冷，冷！哎呀，湘宁，湘宁，湘宁，爹，湘宁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冷，好冷，刺骨的冷，冷。哦，是啊，这两天天气凉，加上你受伤了，你当然会觉得冷。明镜，快去弄个火盆来，帮小姐取暖。哎，是。爹，你怎么了？爹没事。爹就是看到你这个样子，心疼。我没事，过两天就好了。啊，对，你过两天就好了，你过两天就会好了。爹，我有点困了。你睡，爹在这陪着你。睡吧。湘宁的伤有那么严重啊？我担心他可能撑不过这两天。大哥，这件事你先不要告诉二哥。我不会让他知道的。小天，你一定要尽全力救湘宁，需要什么跟我说。我会尽全力的，可是我真的没有什么把握呀。你只要尽全力就好，湘宁是个好女孩。启禀太师，李公公在花厅等好久了。公公，哎，您今儿个这是啊？这个，听说您女儿湘宁病了，我这是专门从宫里拿来贡品，给您闺女补补身子啊，早日康复。多谢李公公。哎呦，咱俩都这关系了，你还这么客气呀？最近我听到宫里传出一些消息呀，
什么消息？你知道皇上不？皇上要挑拨你我之间的关系，你可别中计呀！啊！公公，您说这些，是信不过本部吧？不，我没这么想，您多心了。公公常说你我同舟一命，对呀，即使如此，你今天又何必给本部提起此事啊？这俗话说呀，小心驶得万年船，您说是吧？本部自有分寸，不劳公公费心呀。李公公，这些补品还请你拿回去，香凝病了，本部没有心情跟你说这些，还望公公早些回去，本部就不送你了。来人，送客。哟嘿，这有点意思了啊。你来有什么事吗？香宁她还好吗？小姐是被你打伤的，你就不用过来幸灾乐祸了。谁呀？小姐，是张哲三。你让他进来。进去吧。好点没有啊？没事了，好多了。你看，这都怪我，要不是我误伤了你，你也不能躺在这儿，小的有点尴尬哈。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，不要再提了。那你得快点好起来呀，我好带你去玩啊。你不是说是我出卖你的吗？你还带我出去玩啊？我知道不是你。你怎么知道？那天晚上你跟你爹在这说话，我在窗户外边，我都听见了。你偷听我说话？我不是来偷听的，我本来是想过来看你，谁知道你爹也在。知道是误会就好了，那你还不赶快向我道歉啊？还得，张玉妹，对不起了，用不用我再给您磕一个？嘴上说对不起，太没诚意了。这样吧，我罚你张嘴50下。还得，50下太少了。这样吧，咱打51下，好不好？啊！啊！我跟你开玩笑的，你还真打呀？不过我也不会这么轻易的饶了你。这样吧，你答应我一件事。嗨，别说一件，两件都行，说吧。你先答应我，说到做到。我答应你，你快说吧。你发誓。你怎么这么麻烦呢？好好好，我发誓。嗯。我张哲三发誓，张玉妹说的我一定做到，如果做不到的话，下辈子我就变章鱼，好吧。讨厌。好。那你答应我，再也不可以伤害我爹了，好吗？你不是答应我了吗？说到要做到的。可是小石头，小石头的死，我也真的好难过。可是我爹他真的不是有意的，他也不想伤害小石头。是他的手下误下的毒手。可这命令是你爹下的呀。我爹要杀的人是你，不是小石头。他真的不想伤害小石头，你别怪他了。我让我爹处置那个杀小石头的凶手，来祭奠小石头的在天之灵，好不好？嗯。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，我回去了。
你自己好好保重，有时间我再来看你啊。娘娘，李公公说这是送给未来皇太子的。李公公他还说。说什么？说祝娘娘早生贵子。回去告诉李公公，公公吩咐的，以柔一定照做。是。这些都是干什么用的？香凝觉得冷，这可以去寒气。香凝啊，有没有觉得暖和一点啊？暖多了。啊，太师，这里会有点热，要不要回房休息啊？不要紧，我在这里陪着香凝。嗯。香凝，等会儿呢，我会帮你扎一针。要是感觉困了，你就管你睡觉。嗯。什么都别想，放轻松。太师，接下来我要连续12个时辰给香凝扎针。不过，有话你就直说。这12个时辰是关键。如果香凝能撑过这12个时辰，那他就有救了。你就多费心。不管如何，我求求你一定要救救我的香凝。我在这儿拜托你了。休息一下，现在是关键时刻，要不停地换穴位、扎针、捻针。天心，香凝现在到底怎么样？应该没事了。哎，楚天心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了。天心，之前老夫处处为难你，甚至想将你除掉，你为何还如此对待香凝啊？我是一个大夫，面对病人怎么能见死不救呢？何况香凝是我的朋友。你难道不记恨老夫吗？也许忘记对大家都好，过去了就算了。我只希望香凝能快点好起来。楚天心，老夫为之前的所作所为向你赔罪。太师，千万不要这样，您是我的长辈啊。希望你以后多为香凝着想，能多给她一点关心。
爹。香宁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多了，胸口不痛了。老天保佑，咱们要好好谢谢楚天心呐。老天保佑你呀，香娘。大哥，小天呢？十二个时辰不眠不休，体力耗尽，现在回医护站休息了。怎么治了那么长时间啊？张玉妹不是小伤吗？她是怕你自责，所以才不跟你说的。其实香宁伤得很严重，差一点她的命就没了。那她现在怎么样啊？香宁命大，小天把她救回来了。小三，看香宁，太师在里头，你快走吧。香宁怎么样了？已经醒了，你想看他晚些再来吧。哎哎，你不可以进去！哎，你给我站住！你来干什么？你给我出去！你快出去吧。我来看香宁。出去！爹，你让我跟他说几句话，行吗？我不知道你伤得这么重。没事了，你看，小天已经把我治好了。香宁被你害得差点连命都没了，你还有脸来见他？打伤香宁是我不对，但我不是故意的，是你贪污受贿，派人杀小天、小石头，我是替他们报仇。你放心，我杀不了你，老天爷也不会放过你。张哲三，你住口！我不许你这样跟我爹说话。我知道他是你爹，但是事情总有是非对错，那本账册你也看到了，你爹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，你这样袒护他不是在帮他，是在害他。张哲三，你给我听清楚，不管我爹做过什么，即使他有再多的不是，他终究是我爹。我宁愿天下所有的人都骂我，我也不许你骂我爹。你给我出去，出去，出！女儿，怎么样？我没事，爹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太师，赵太师，请留步。太师，皇上有事儿，请您到御书房去一趟。哎，参见皇上。免礼。谢皇上。太师，现在香宁怎么样了？皇上，香宁已经醒了。是楚天心不眠不休救了香宁。太师要谢的话，应该谢他。朕找到一些折子，想念给太师听。
秦地庆阳以北，饥荒严重，盗匪猖獗。在莫提